敬请观赏八点档连续剧《流氓教授》。林俊龙人呢？我是要找他，不是找你。儿子是我生的，找我也一样。我不想跟你谈，还是叫你儿子出来吧。我儿子，我儿子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你为什么带这么多人来抓他？建龙隐瞒阿丁的下落，不肯说出来。隐瞒？我想我儿子应该不是你的手下。不是。既然不是你的手下，应该不用听你的。我看你也不是什么法官或警察，对不对？那么他应该有说话的自由，你的要求他也有权利说不。既然隐瞒不犯法，应该不用被杀头吧？就是啊，有道理，说的有道理。对对。快点，快点啊！兄弟们，快啊！谁怕谁啊？来啊！阿丁是你们的人，应该由你们的人去找啊！你带了这么大群人来，你不找他，却来找我们建龙，你这样做对吗？你少啰嗦了，我看还是叫你们家建龙乖乖把阿丁交出来，免得头大。照你们这么说，我们建龙要听你们的，出卖朋友。你们都是在江湖上行走的人，应该知道朋友间最重视的是什么。换成是你们，你们会出卖朋友以求自己的安全吗？这种人你们看得起吗？你们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要建龙做？为什么要让建龙做一个让人看不起的人？口口声声说要抓人，你们到底凭什么？就是啊，你们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这样啊，儿子是我生的，我辛辛苦苦把他拉拔长大，你们要抓也要给我一个交代，除非我死，不然你别想。讲得很有道理，不是吗？陆哥，这如果阿丁愿意出来跟我见面，我绝对不会动他。我会叫阿拉通知建龙，我们见面的时间、地点。
打扰了。我的天哪，真是吓死人嘞！阿快，你的胆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，这么会说话呀？就是啊，真厉害呀！哎呦，吓得我冷汗直流呢！哎呀，真是的。那些山东仔最好骑到我们村子里面，大小都平安无事，要不我跟他们拼了。不要冲动，看情况再说。看个头啊，先拼了再说。人呢？人呢？啊，人呢？人呢？啊，哎，阿珏，他们那些外省人被阿捆赶走了。对呀、啊，被赶走了。真的？对呀、啊。阿西，你老婆真厉害啊！站住，站住！还不快把家伙都给我放下！哦，哎，我先进去。别让我看到。妈，你去叫建龙跟文庆出来吃稀饭啊。阿宽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你还会关心我？嗯，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闲钱娶小老婆？我不关心你，那怎么行呢？哎，说真的，阿宽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来婶儿，嗯，到底是什么状况？你也说来听听啊。嗯，哎哎，小心点啊！我说你们这些男人啊，真没用，整天呢、啊、就只会赌博喝酒，结果家伙拿了一大堆，真是笑死人了，还比不上个女人。人家阿款说几句话，就让那些吃馒头的外省人，每个吓得脸色发白，跑得像飞的一样，就像夹着尾巴的狗。来，吃稀饭了。哎呦，大嫂，嘿嘿，大姐头啊，哦，我到现在才知道，我们流氓坑算一算，你最神勇。也许啊，改天那些山东仔都变成你的手下，听你使唤。我只是老老实实的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，他们那些人也很懂得情理，不跟我一个女人计较。你惨喽。你们家里头啊，现在有个大姐头，你要是不安分，有的你瞧喽。你放心了，阿三，这个地方可是我的管辖范围呀、啊。我是堂堂男子汉，没关系，放心吧。堂堂男子汉，我看你是个懦夫吧。哎，你要是不试一下，不知道会断手还是断脚呢。哎，阿三，你如果断手断脚，我也会跟阿款一样，煮稀饭给你吃。哎哎，你希望我断手断脚啊？不是了，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。男人说话，女人别插嘴。哦，盛稀饭了。好啊。看到没有，这才是男子汉呢、啊。少吹牛了。哎哎，吃稀饭，哎，吃稀饭，吃稀饭、啊。来来来来。哎呦，好香哦。碗呢？碗呢？哎，我来拿啊。啊。哎呦，料这么多啊！加点胡椒，这胡椒加下去更棒啊！阿三叔，哎，建龙，哎，吃稀饭，吃稀饭 啊！我帮你盛一碗。嗯。眼前的妈，跟站在大庙城上的妈，简直判若两人。当时，我完全不能理解。在我心目中，我妈是一个平凡、认命。又能干的母亲，为什么可以展现出那么惊人的力量？一直到我自己也为人父了，我才明白，父母对孩子的疼爱
是一种永远的付出。如果我的家庭是一艘船，那爸爸就是掌握方向的船长，而我妈就是那片海。不管船开到哪里，这片海永远将这艘船撑住，永远永远。你会被大姐头打。堂堂男子汉，那得看我。阿爸，放稀饭。啊？啊什么？不认份点，我晚上不回去了。看到没有啊？这叫男人。不好意思啊，又给你们惹麻烦了。客气什么啊？不过我倒没想到，陆哥居然答应我妈不动你一根汗毛。反正我什么都不会说，就算我出面了也没什么用。不管怎么样，他愿意跟我们谈，我们就有希望。陆哥交代过阿拉会跟我们约时间。随便吧，反正呢，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，他们想怎么样随便他们吧。阿丁，你放心了，都是自己的兄弟，何况陆哥他一向都很疼我。算了啦。哦，有件事情你可不要忘了，帮我跟你妈说一声谢谢。要说你自己说，如果有那个机会我就说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时间约好了再跟我说一声。好久不见。嗯，好久不见。带狗出来散步啊？是啊。过去过去过去。对不起对不起啊，会不会痛？哇，好痛啊。会痛啊。嗯。你现在念哪里？我念台北商专气管科。功课怎么样？还好了。你有参加校刊社吗？有啊。嗯，还跟人打架吗？那叫运动。在学校还是在外头，教官还有找你麻烦吗？没有了。那你在学校有没有认识？认识什么？没有。你要问什么就问啊。没有了。拜托，要问就问，不要吞吞吐吐的嘛，这样我很难过。哎，你干嘛那么凶啊？你不觉得你刚才说话好像审犯人一样？那是因为你回话的时候好像学生在应付老师一样。说真的，我一点都不痛。真想不到能再遇见你。我只是想多看你几眼。
拜托，你真的跟小翠说那种话？你笑什么？不准笑！你不晓得当时我有多尴尬。现在小翠一定认为我太轻浮了，她当时连一点表情都没有。我还记得刚从她家出来的时候，就好像逃命一样。那时候要有个洞，我马上钻进去。谁叫你情不自禁啊？你是不是还喜欢小翠？我告诉你，去追她。你疯了？哎，做一个男人要敢爱敢恨。你以前明明就很喜欢她，你就在那边东考虑西考虑的，哎，结果呢，好好的一段感情让你浪费掉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老天爷给你一个补偿机会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兄弟呀，你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？你想想看，你是男人，她是女人，你们是天生一对，你是商专，她是师专，你们根本就是门当户对。不要因为你讲错一句话就打退堂鼓，我跟你说，你要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保证你以后一定会后悔。怎么，会紧张是不是？没关系，这个交给我吧。我把我的真气都传给你了，这样你们比较好一点。有了，那就好。小翠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。大东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。大东，哼，你看，谁叫你当初多吃了他一块排骨？你说什么？哎，你忘了，当初大东用一块排骨要你帮他写情书，后来小翠用两块排骨来堵你的嘴，如果不是这样，当初你们就不会在一起。你看，好了好了，话让我来做，我呢就去问问看小翠，还要不要请你吃排骨？你疯了？哎哎哎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恼羞成怒是不是？走了啦。算账。哎，好，来了。总共多少？三十。三十是吧？走，三十块。建龙啊，谢谢。哎，我们走吧。待会儿呢，我们去逛夜市，好不好？随便了。好，快吃吧。来，多吃一点啊。送到这里就好了，你先陪建文回去吧。没关系啦，他当了一整天的电灯泡，不差那么点时间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没看过你这种人，整晚只顾着自己玩，都没有理建文。嗯，哎，送你的，这是你今天在港边站在那里发呆的时候，我跟阿凤呢在夜市套圈圈赢来的。哎，人家心情已经不好了，你还刺激他。不是，哎，没关系，以毒攻毒，这样好得快。嗯，果然是兄弟，了解我的苦心啊。你看，金龙他已经没事了，他没事了。你早点回去，陪金龙好好聊一聊。
不要喝太多酒哦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难怪你对阿凤这么痴情，可是却让我变成个不孝子。走吧，陪我去夜市买碗面。哎，你这么快又饿了？我要回去看我妈了。阿丁，不行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回去了遇到陆哥那批人怎么办？阿丁，妈，妈，哎，我妈怎么不见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妈，干嘛？丁妈妈，妈，丁龙，这么晚了你还来？外头这么冷，把衣服穿起来，着凉了怎么办啊？没事了，丁妈妈，嗯，我带台生回来看你。台生，嗯，妈，台生，台生呢？你不是说台生回来？台生人呢？他。赶快把台生找回来，妈。妈，妈，我是台生啊，我就在你的面前。妈，你看，我还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麻酱面啊。我是台生，台生啊。他是谁啊？骗人，台生才八岁的，他到底是谁？丁妈妈，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乱来，你要是欺负我们家台生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丁妈妈，别这样，台生他，我是说我朋友，他是好人，不要怕。丁龙，你去跟台生说，叫他快点回来，功课没有写完没关系，慢慢补嘛。他不回来，他爸爸会生气的。他不回来，他爸爸也不回来，他弟弟也不回来，他们都不要我了。不会的，丁妈妈，你放心。我怎么办？放心，放心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会叫台生回来的。我该怎么办？台生，别乱想。你晓得你妈有病，我知道我妈有病，可是以前她再怎么不清楚，也绝对不会认不出我跟小乐来。我算什么儿子啊？我没有办法在她身边照顾她就算了，还让她一而再再而三替我们担心。我看我妈的病是越来越严重了，都是我害的，都是我，对，都是你害的。说要把台生找回来吗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他不是要回来的吗？丁妈妈，我看你累了，先睡一觉，可能台生明天就会回来了，好不好？明天？对呀，你先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老娘不给饭吃，我的娃娃叽叽叽叽叽叽，嘎达咕嘎达叽，老娘要做饭吃，我的娃儿嘻嘻嘻嘻嘻嘻，嘎达叽嘎达咕，老娘要给饭吃。我的娃娃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！哈哈，台生回来了，妈，妈，妈，乖，妈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你怎么都不回来？妈想死你了。
受的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嘎达鸡，老娘不给饭吃，我的娃娃哭哭哭，哭哭哭。嘎达鸡，嘎达咕，老娘要做饭吃，我的娃儿嘻嘻嘻，嘻嘻嘻。嘎达鸡，嘎达咕，老娘要给饭吃，我的娃娃哈哈哈，哈哈哈。不管经过多久，那天晚上阿丁的歌声永远停在我心里，那种感受很特殊。丁妈妈的家乡在山东，我听山东人唱着山东歌，但是我这个人，我的故乡是在月眉山，北台湾的基隆。我有一句话心内话，要去念书啊？是啊。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就是那天在你家说的话，我觉得很失礼。你就当我没说过吧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些话你想收回去？我来找你是想要跟你说，很高兴那一天能够听到你说出你心里的话。这两天我想了想，觉得我也应该对你坦白，说出我心里的话。当初你决定不理我之后，我心里好难过。本来想把你写给我的那些信跟那些纸条统统烧掉，可是想了想还是很舍不得。我觉得不管你对我怎么样，我还是很想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，你现在在哪里。可是我又不敢去找你，所以只好想办法去打听你的消息。我告诉我自己，只要你过得很好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这就是我想要说的话，你自己慢慢看吧。那天想问我什么？什么？就是我在你家的时候，你问了一半，可是又没有继续问的问题啊。没有了，我只是想要问你，在学校有没有认识新的女同学？几点下课？四点还是五点？四点。好，下了课在校门口等我，我去接你好不好？快追！哎，等一下！
冬天的季节，片片落叶飞作灿烂的喜悦。明天？这么快？我会跟你一道去。怎么，你不相信鲁哥？我不知道，你呢？我信啊，我没有条件不信。我要再躲下去的话，不但会拖累你，还会拖累整个流氓坑。我跟你说过几百遍了，我们是兄弟。兄弟，我知道了，拜托你好不好？今天都还没有过完，就烦恼明天的事。来来来，来，要怎么写？来，快写。你要干嘛？哎，放心，我不是写遗嘱。你画一张你们学校的地图给我看。画我们学校地图干嘛？阿凤他爸爸晚上要请我吃饭，我要是不知道你们学校的状况，我拿什么跟他爸屁呀？快点。哎，你怎么那么笨？就拿国中的跟他们说啊，差不多嘛。差多了，国中跟商专这可差了十万八千里。快点，快点画一下，真麻烦。那好，这是我们学校校门口，看好了，一进来，这边有一个400米的操场，好操场，好，然后右边这边，就是我们的教室，我们在3楼，叫307，我们是307，然后呢，1、2楼有美工的地方，有军训的教室，都在这一栋，然后正对面这边呢，这边就是行政大楼，行政大楼。然后呢，所有老师跟教官都在这里办公 ，OK。然后左手边这边呢，这边就是我们的礼堂。停！不要说了，我看这样好了，晚上你跟我一起去吃饭。你神经病啊！见你的老丈人，我去干什么？拜托，你是我的身份证，你不去帮我的忙，要是万一晚上我穿帮了，哼，我不用等到明天，今天晚上我就死得很难看了。不去。哎，兄弟啊，帮个忙嘛，拜托，帮我个忙，拜托你了，好不好？兄弟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把我打死，我也不可能跟你去。哎，请喝茶。谢谢，谢谢啊，阿凤小姐。放轻松一点，阿凤已经跟我说过好几遍了，说你们现在正在交往，我如果不站出来表示一下关心的话，我怕阿凤以后就没那个时间来理我这个爸爸了。我才不会这样呢，我爸啊，他最喜欢开玩笑了，每次啊想要什么就说什么。我不理你了。阿凤是独生女，伯父，您这么疼她，这也是应该的。是我不对，我比较不懂礼数，我应该早一点来拜访伯父，这样才对嘛。拜访是不用了，这个地方我们也才搬来没多久，能住多久，我也不敢说。不讲这个了，喝茶，喝茶。谢谢。我听阿凤说，你是念商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我是台北商专气管科的。我听阿凤说，你自己一个人住在外面，怎么了吗？伯父。是这样的，阿丁他家境比较差一点，所以他要半工半读，才在学校旁边租个房子，上下课比较方便。哦，年轻人能够这样，真让人感动啊。现在的学校里头都有什么社团？你参加哪一个？爸。啊？我们是请人家来吃饭的，有话等一下再说。哦，好。对对对对对，
你对个什么劲儿啊？对对对，不对不对，伯父，不好意思，是不对。台生，嗯，可以吃饭了。啊。台生，叫做台生的人，大部分都是外省人。你府上哪里啊？我。我父母亲是山东人。爸，你怎么了？我不准你跟外省人在一起。想开一点。我不是想不开，我只是气嘛。我为了他们妇女，连陆哥都敢砍了。没错，拼死拼活是我自己找的。可是他们嫌弃我什么？啊？嫌弃我是个外省人？妈，外省人又怎么样？没有血吗？啊？还是嫌血不干净？就算我为他们流干了血，他们还是嫌我脏。这世界有什么天理呀？建龙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常常跟台乐来这边看海，因为我一直以为我的家是在海的那一边，而我听说我爸他翻船的地方也是在那附近。我老妈成天想的、念的、唱的，也都是那里。我们山东帮之所以成天跟人家打打杀杀的，也就是因为我完全不属于这里。这里不是我们的家。其实我们流氓坑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表面上是安身立命，其实是自生自灭，根本就不会有人在乎我们、关心我们。不管是流氓坑也好，山东帮也罢，我们都一样，都是被社会遗弃的一群。原来我们都一样，都是一群没有家跟被这个社会遗弃的孤儿。你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阿凤也在这里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以为我遇上阿凤，就好像找到了家，结果呢？结果我还是什么都没有。
回去好好跟他说，知道吗？谭生，谭生，我也不知道我爸为什么会那样，我代他跟你道歉好不好？对不起。不用了，我不需要你同情，我是一个外省人，这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。我有一句话心内话，我是一个外省人，这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。男生正在气头上，什么话也听不进去，你别乱想。没关系，我不会放弃的。你是台生的好朋友，说出来也不怕你笑。这几年我跟着我爸四处躲藏，自从认识台生之后，只要跟台生在一起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我是真的很想跟他一起建立一个家，一个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，所以我绝对不会放弃，我一定会努力争取我自己的幸福。想不想听听阿凤他刚才跟我说了什么？我不想听。随便你，反正这是你一辈子的幸福，你不听，我也不勉强。我不想听，你还是可以说。哼。他说，想跟你一起建立一个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家庭。我感觉得到，他是真心的。来不及了。为什么？我听你敢会知？